黄色，黄，嗯，还有黄色，加错了。我是瑞塔姐姐，我是甜甜姐姐。咦，我们今天又要玩好玩的游戏了。哎，今天要玩这个，噔噔噔噔，顽皮狗，顽皮狗的游戏。我们现在赶紧打开看一看吧，小朋友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开始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对啊，瑞塔姐姐，你快看，这里呢有一个黄头发的小人，它有四只特别顽皮的狗狗。然后呢，你看这里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衣服、裤子，还有袜子。有黄色、红色、蓝色，还有绿色。那这四只小狗狗呢，每一个狗狗都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颜色。哎，一会儿呢，他们可能就要把这些他们喜欢的颜色的衣服都给咬下来。哎，真是顽皮的狗狗啊！哎，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洗衣盆。那我们转动这个洗衣盆呢，上面就让它转动起来。我们要在转动当中咬下来这个衣服，而且还要是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对，那你知道如果咬到那个不喜欢的颜色会有什么惩罚吗？会有什么惩罚？会扣分啊 ！No！ 好，那我们赶快开始比赛吧。因为我们的袜子比较小，目标也比较小，所以呢我们的袜子是20分，然后我们的裤子是10分，衬衣是15分。我选绿色和我是这两个颜色。好，红色和蓝色。黄色，黄，黄色，加错了。完了，我加错这么多，要努力了。好久，但还是没有把它咬下来。哎呀，为什么啊？我不动了。哎，你现在努力把这些够下来，说不定分数还是会够的。好，还有一个，我加的也太多了吧？还有最后一个，加油！快，哎。好，下来了。那我这里呢一共有三样东西，都是绿色的，然后有一双袜子，然后衬衣，衬衣15分，裤子10分，衬衣15分，袜子20分，所以应该是45分。嗯，你看看你是多少分。那我先说我加到的是有6个我自己的颜色，我还多加了3个黄色，那就0分正好。对了，两个裤子是20分，然后两个衬衣加上两个裤子，两个衬衣是30分，加上两个裤子20分，这是50分。然后袜子一个20分，这是40分，40分，90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是0分。不同颜色抓起一个扣30分，我抓了3个，正好是30分，正好是90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这个太能干也不是一件好事啊。我输在了抓了这么多。其实我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颜色。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好玩的，因为它不光考验我们这个预判能力，就是我们这个颜色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狗狗的嘴巴底下，还有就是我们能够锻炼小朋友能够分清楚颜色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手脑协调能力。对，其实它到后面是有技巧的。然后但是我已经忘记这个技巧你抓到了，还是很厉害的。在抓下来这个事情上，我从来没有输过。你看，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赢的还是我。一定要看清楚颜色，知道规则哟，小朋友们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游戏时间就结束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游戏吗？想不想跟瑞塔姐姐还有甜甜姐姐一起来玩游戏呢？那就赶紧给我们爱玩具点赞和关注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